继续后尾来通过咱感谢台啊，咱的优奖，咱来新调顺德调顺德讲哦，配合多谢。新竹圣道宫来供奉的我们的主神是玉皇啊大太子元帅哈，玉皇大太子元帅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经过我们啊感谢台，是我们金教员啊发出发出的感谢啊，一万七零元，三五号，三五号，三六零元。支持完，你就同意了。来，咱上线哈，咱上奉的主持人啊，马祖庄哈，刚才在席的参加，咱孙其峰委员啊，在下的团队，来，咱新进的中奖官员，咱再次提名洪志勤哥中完邀请的这个上线哈，谢谢啊，祈求啊，咱这个发主哥啊，甲小阿公啊，比如咱两家所有的信众和朋友，甲着今日。啊，多多来参加咱城隍祭活动，咱所有的市民朋友，所有的啊，这个全国的好朋友哈、哦，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啊，多赚钱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现在经过我们感谢台，是登记第51号哈、哦。是我们弥富的这个福德宫哈、哦，福德宫，他们现在哈、哦、是目前新竹市啊，每一次在花土地公里哈，花上侪面花去的一个土地公里哈，非常不简单。咱热烈的掌声啊，来跟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多谢咱弥富福德宫啊，对咱啊这组城隍绕境的这个赞助，跟咱的赞电哈。好，今嘛感谢咱感谢台，感谢的演奏家，是由咱立法委员高鸿安，也就是这次今天主持的参选人哦，高鸿安来个赞助，谢谢。